早晨，早晨，啊，好开心啊，可以用广东话讲到 ，OK， 诶，好亲切嘅系嘛，广东话系咪啊 ？OK， 好开心见到大家，耶稣好唔好啊？有几好啊？好到点啊？同你隔篱嗰个笑一笑啊！耶稣真系好啊，好嘅时候一定会笑噶嘛，啱冇？系咪啊？嚟同你隔篱嘅笑一笑。因为而家我哋有啲戴口罩，啲冇戴口罩，冇戴口罩仲开心啊，可以好自由嘅笑。你同你左右嘅人，同你讲，你俾个 like， 耶稣真系好啊！同你讲，耶稣真系好啊！耶稣真系好啊！系咪啊 ？OK， 我谂到信耶稣真系好好嘅，咁样感谢神咯。嘅能够讲广东话，我又好开心，觉得好似翻到怡宝嘅时候啊。我以前怡宝嘅教会系讲广东话。OK， 咁咧，我喺怡宝信耶稣嘅吓。咁我信耶稣嘅时候17岁。Okay? 我唔系基督徒家庭，有啲系基督徒家庭啊，我系17岁先信耶稣。咁我信咗耶稣之后咧，我就觉得好特别啦。因为点解啊？因为以前咧，我晚晚瞓觉之前咧就喊嘅，唔知点解喊。因为点解喊咧？因为我妈讲我系喊包，你知唔知叫喊包嘛？唔系中意食包，冇包食就喊嗰个叫喊包，明白嘛？知唔知叫喊包冇？因为冇包食，系咪啊？啊，唔係，乜都喊嘅嚇，即係因為講嘢講唔出啊，即係你知有咩啊？想講又講唔到啊，咪谷谷谷谷谷谷谷到夜晚瞓覺就喊，咁喊咗之後咧就好特別嘅，就會發惡夢。你哋有冇發惡夢啊？嚇，發惡夢係點噶？啊，有啲人發惡夢砸醒啦，有啲人發惡夢鬼啦，有啲人發惡夢唔知乜啦，我好得意嘅因为我不看恐怖片的，我又不看那些，总之我看戏很得意的，不看有血的，不看得人害怕的，总之所以我看戏很难，因为有血我又不看，即打的戏又不看，那些鬼念之怪的又不看，是不是？我只看一些开心的东西。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看过一出戏叫做我人家说好看啊， Jaws 第一套大白鲨，你们有看过大白鲨？我想这个年纪可以讲啦，在大些堂会就不可以讲大白鲨，因为那些人都不知道，你们有看过第一集的大白鲨？你知唔知道我成出戏我冇见过个鲨鱼啊？因为大白鲨系咪个音乐噶？咚咚咚咚咚咚咚，系咪？你记得大白鲨嗰度？咚咚咚咚，我一听到咚咚咚，所以个大白我成出大白鲨，我唔知嗰条鲨鱼系点噶，就系一次俾吓亲啫。佢冇咚咚咚出现咗，吓亲我。OK， 咁我因为但系我唔知点解我夜晚瞓黑啊就喊啦，即系好深就瞓觉吓爆我。我系俾 ET 追嘅，我都唔知咩叫 ET。唔知乜嘢，總之成晚俾人追追呀、啊、追呀、啊、追到好攰，就發殺醒啦。但係當我信咗耶穌之後咧，就好唔肯讓啦，因為耶穌真係改變我個生命。如果我諗我唔信耶穌咧，我個生命係即係我都唔知啊。咁樣個生命會唔會？如果係今個時代啦，嗰、那個年代冇啦，係咪？因為我同大家都係同樣年代嘅係嘛，差唔多啦嚇。望過呢一度特別親切啲係嘛？除咗邱牧師比較年輕啲啦，讀長老啊。OK， 咁啊。其實我同邱牧師係同年紀嘅，啊 ，OK， 你覺得佢邱牧師後生，我就後生咯。如果你覺得邱牧師年長，咁我就年長啦嚇。OK， 感謝神啦。OK， 咁但係咧，我好感謝神啊。等我信咗耶穌之後，好唔同喎。以前我就啊喊喊喊瞓覺發惡夢，但係我信咗耶穌之後咧，好特別。我慢慢一樣嘢，因為我講唔出嘢嘛，有冤無路訴啊，係嘛？咁我同耶穌講話，你阿媽點啊，阿爸點啊，屋企人點啊，嗰個同學點啊，點啊，哇！講咗之後點啊？好舒服瞓覺，一齊講，講完就好舒服噶。講完舒唔舒服啊？講唔出就辛苦，啱唔啱？講得出就舒服啦，係嘛？咁啊，講曬俾耶穌聽，瞓覺，我都冇發覺咩唔同喎。過咗大概半年之後咧，我先覺得，我前邊冇慢慢俾唔知乜嘢追嘅，因為以前係成日發發夢啊，我冇俾唔知乜追嘛，係咪？咁但係感謝神喎。耶稣真的好，同你家讲，耶稣真的好好。我唔知点解改变嘅，因为嗰一刻唔知道，但系半年之后我先醒起，点解瞓得咁安乐嘅？因为以前我咧成日瞓到半夜，窒醒嘛，因为惊到窒醒咧，窒醒就打我姐，掹住我姐，你明唔明？同我姐瞓噶嘛，然后我姐就搣我，所以我觉得呢半年冇俾阿姐搣过咗嘅，因为冇半夜骚扰佢嘛。所以耶穌真的好，啱唔啱啊？咁嗰一刻我就覺得，真的好不同啊！有一個新的開始。咁你哋有冇經歷過信耶穌有新的開始啊？一時我哋都唔明嘅，我哋都係好唔明。哎呀，信耶穌有咩好？但係你可能一下唔明，但係我過一半年之後，我就好唔同咗啦。
咁啊，當然我哋慢慢改變啦。咁信耶穌嗰刻係新嘅開始，一直講新嘅開始。咁如果你嘅生命當中冇一個新嘅開始，我就鼓勵你信耶穌，一定有新嘅開始。Amen？ 你唔知點解會開始，點樣會改變？但係耶穌講：我嚟就係叫你得生命。乜嘢生命？唔係講耶穌嚟嘅，耶穌未識耶穌，耶穌是我哋死咗。唔係呢個意思。明啊？生命嘅意思係咧，唔係單止活著，因為有啲人嘅生命係咩啊？我是活著，淨係得個活字咯。朝朝早就咩？翻工、放工、食飯、瞓覺，唔知活著揾乜嘢嘅喎？係咪啊？阿家翻家好開心啲去聊啊，聊翻嚟咧又唔知咩嘢嘅喎，空溜溜嘅。咩叫做生命咧？你就覺得我活著係好充實，我活著係好有意義。我活著咩叫充實咩意義啊？咁我活著係有意思嘅咯，我活得好開心嘅咯，我活得好有平安嘅咯，我活得想做嘅嘢我做得到嘅咯，唔係成日都講有冤無路數啦，又講唔出，我做嘅嘢做唔到，明白嗎？咁啊，個生命就好唔一樣嘅，好有力，一齊講力。耶穌俾我哋新嘅生命咧，就俾我哋有力，因為佢講咩？我嚟俾你新嘅生命，凡有人在基督耶穌裏，佢就係新造嘅人，新造嘅人。我同你講好特別嘅，英文咧佢冇講個 new person 喎，佢冇講 new man 喎，佢用一個 new creature 喎。我就諗嚇，我哋聖經應該講中文應該都講 new creature。creature 係咩啊？佢唔係講人喎，創造嗰個被創造嘅係咪啊？Okay， 被創造那個，所以神給我們一個創造，一個新的創造，一個不同的，明白嗎？所以耶穌說 你在我裡面呢，你信了我呢，就是一個在我創造你的時候呢，是有一個特別的意思的。那在創世第一章就是神說我創造你是為了做什麼？賜福給你。神為什麼創造我們啊？什麼啊？賜福。什麼叫福啊？圓嘟嘟好像我這樣就很有福，是不是？是不是啊 ？OK， 福是乜嘢啊？好简单嘅，因为我喺福教书噶嘛，我系专讲容易嘅嘢。但系个福我哋好艰难明。你讲要乜有乜就有福，要乜冇乜就冇福，啱唔啱啊？咩叫福啊？同你隔篱讲，要乜有乜就系福。讲一声，咩叫福啊？要乜有乜冇福咧？是啦，好简单啫。所以神同我哋讲啦，我创造你咧，创造男创造女咧，都系使你成为一个蒙福嘅人，有福嘅人就系要乜有乜，唔系要乜冇乜啊。睇下你隔篱个，问你隔篱个，你有福冇？问下有福冇？啊，咁就然后就讲，我祝福你啊，要乜有乜。耶稣就系咁嘅意思。但你讲唔系，信咗耶稣，天跌落嚟俾我食啊，天跌落嚟俾我唔使做，唔系。耶稣说你有什么有什么，就是你付出的你会得着，你心所渴慕的耶稣会帮你成就。那怎样成就？几时呢？按着耶稣给我们讲得最好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是耶稣说，我信了耶稣之后，我这个开始原来神创造我们是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福的。Amen？ 那是不是只是有福而已？不是的，耶稣说什么？他创造在约翰福音里说，我来你是叫你得生命啊！你的生命就開始活躍啦，有活力啦，知道為乜而活啦，唔係戇居居嘅活啦，啱唔啱？唔係拖住你活嘅，好有力嘅活，而且得嘅咩啊？係啊，我哋唔係淨係 survive， 我哋唔係淨係嗰個活著，有條命吊啊，唔係咁嘅意思。我哋係咩？耶穌講，你要唔單止要活出嗰個生命咧，而且活得更豐盛。所以我特登整個粒字，更嘅意思大隻啲，更係咩意思啊？更咯，比有福，要乜有乜，更要乜有乜，啱冇？更一齐讲更，更加 more，OK？、Okay？ 所以咧，咁更系咩意思啊？超过咯，系咪啊？更系啲啊，啱啱好嘅，过多啲，啱冇啊？系咪啊？就更咯，我有力行路，我更有力，我唔知可以行可以跳，啱冇啊？我识讲嘢，我更识讲嘢就系、是、我唔单止识讲，我讲到你都明白，你都听通，系咪啊？我识唱歌，唔系单止唱啫，啱冇？唱到人哋会喊嘅，嗰叫更咯。你明白咩叫更嘛？所以耶稣讲，我要俾你生命，唔单止就系活着，唔系只系享福。佢讲系更丰盛，更丰盛就系、是、一齐讲更啊。所以就唔系为你自己啫。人哋會睇到，人哋講：哇，做咩咁特別㗎？淨係咪靠你自己嘅努力？唔係淨係靠你嘅，你而家應有嘅，係超過一齊講，更係咩啫？超過，
超過嘅。OK， 咁如果我哋要超過咧，我哋就要點啊？我哋要不斷嘅成長，不斷嘅改變，不斷嘅突破。如果我仲係咁樣，邊度會有更咧？啱冇？咪不如不嬲都係咁樣咯，不嬲就係咁樣，咪不嬲都係咁樣咯。咁你不不下咪嬲咯，唔係咁嘅意思。OK， 你就一直，但係咁冇變嘛。咁如果我要更豐盛，我就要改變啦嚇。咁我唔知邱牧師有冇講過咧？呢個我哋喺希福 camp 我哋學到呢句話嘅。咩叫成長啊？啊？咩叫成長啊？咩叫成長？知唔知啊？喂，知唔知啊？改變咯，係咪啊？唔一樣咯，啱冇？係咪啊？成長即係細路仔成長咗，即係變咩？仲係細路仔啊？啊，大個仔，大個仔點樣啊？有咩咩？個樣唔同咯。讲嘢唔同咯，谂嘢唔同咯，啱冇？所以如果你要成长，你就要同我要唔一样咯，啱冇？如果我话我要个生命更加嘅丰盛，更特别嘅，咁你要成长咯，啱唔啱啊？系咪啊？我同你讲，成长麻烦嘛？吓，细佬哥几好咧，嗬？系咪啊？成长咧，哇！成长要。成長之後大個咗之後咧，成日講你大咗嘛，仲咁樣咩？我細個時候可以咩都得啱唔啱？有一句話大個咗嘛，係咪啊？好麻煩，跟住講成長好麻煩，因為我唔可以以前咁咯。阿母阿母啊，乜嘢同你講成長就係做乜樣嘅嘢咯？阿母，但係我哋不嬲中意做咩啊？哎呀，慣咗嘛，哎冇咩改變，個成長改變係咩啊？一直講麻煩，一直講麻煩。大家中唔中意麻煩噶？最好就冇麻煩啦，安安樂樂就得。但係如果我哋要更嘅話，我哋要更經歷神，我哋個生命要更有光彩，我哋個生命更有力，我哋一定要成長。OK， 第二樣嘢咧，成長之後我哋講會改變喎，改變叫咩啊？嚇，我不嬲都唔中意嘅，所以嗰個改變咧就係咩啊？就開始要做咩啊？我唔中意嘅嘢。阿母，我哋成日讲要改变，我习惯咗咁样嘅主，我不嬲系咁嘅，我错嗰个位嘅主，嗱你睇住个位啊，有我嗰个 shape 嘅，有我味道争一啲添啊，要改变唔得，因为改变咗之后麻烦唔一样，啱唔啱啊？系咪啊？咁你唔习惯嘅嘢，你唔中意嘅嘢，因为你好麻烦嘅嘢，但系如果你要改变咧，就要唔惊麻烦，一直讲唔惊麻烦。做乜？如果你要改变咧，你就要开始要做一啲我做过嘅嘢，啱冇？系咪啊？我哋成日讲新嘢嘛，改变咗梗系有新嘅嘢嘛，系咪啊？系嘛 ？OK 吓，咁咧改变我哋做啊！我哋要成长啊！我哋要更啦！我哋唔单止要成长，要改变，同埋要突破。点解要突破咧？因为有啲墙啊，有啲限制啊，有啲嘢我哋撞过去嘅，咁我哋先会哇唔一样，啱冇啊？我哋要经历更多，哇唔一样，咁我哋要撞，一齐讲撞啊！唔系叫你撞墙，撞墙撞壁撞，有山门炸咗住，你就冲过出去，啱冇啊？有咩难咗，我哋要突破，一齐讲突破。啊，突破系咩咧？好麻烦。嗰、那个王祖祥牧师讲嘅突破系咩啊？做你唔敢做嘅嘢，做你唔敢做呢个唔敢做。你敢做嘅嘢，你去做，唔叫突破。我唔敢啊！你都敢去做啊？咁要叫突破，啱冇啊？点解唔敢？阵间我会同你讲点解我哋唔敢。因为我哋唔敢系一时系好多现实，系啱嘅。不过如果我哋就系咁嘅话咧，我哋就冇得突破，冇得突破就冇得成长，冇得改变就冇得突破，就冇得更，啱唔啱啊？但系突破咧，做开始做啲唔敢做嘅嘢，会得人惊喎，得人惊喎，得人惊喎，唔敢系因为点解？惊咯，你唔惊就系咁咯，啱冇？点解唔敢啊？点解惊啊？点解惊啊？啊？点解惊啊？吓？顾虑？点解会顾虑啊？嘿呀，真系叻啊！谂太多系咪？谂太多一齐讲，唔好谂咁多。真系冇谂咁多，你知语言谂咧就烦恼皆因太谂得太多，啱唔啱啊？越谂就越
煩，啱唔啱啊？唔係食煩多煩嘅，係因為諗得多先煩嘅，啱冇 ？OK， 諗太多，一齊講諗太多。同埋咧，仲有做到諗太多做咩咧？聽太多人講嘢，啱冇啊？唔得噶啦，係咪啊？聽聽啊，就唔夠咯，係咪啊？突破唔到，就成長唔到，就改變唔到。新造嘅人，耶穌做俾我哋個新嘅生命 ，new creature。耶穌俾我哋恩典、恩慈、恩高，神呢個係神俾咗我哋嘅救恩、恩典俾咗我哋，恩慈俾咗我哋，唔知點解走咗位，個恩高俾咗我哋。OK， 恩典係神俾我哋嘅生命，俾我哋嘅救恩。OK， 咁咧，我哋又知道我哋有冇用噶？我哋呢個人，神造我哋有冇用噶？有冇用嘅？天生我材必有用，神造我哋一定好好用，啱冇？系咪啊？如果你讲咩啦，我都唔识嘅，我都冇用嘅。哇！我同你讲，我哋按着神嘅形象嚟做嘅，啱唔啱啊？所以如果你讲，哎呀，我蠢到死，咁你就一个好蠢嘅神，做咗个好蠢嘅你咯。哎呀，我咩都唔识噶，就系一个乜嘢都唔识嘅神，就按着佢嘅形象，做咗一个咩都唔识你嘅咯，啱冇？啱冇？神系咪咁噶？哦，咁你可唔可以咁讲啊？得唔得啊？哎，你是谁啊？你是按照神的样子做的，你记得啊，你记得啊，你说我很勇敢的，神是很勇敢的，对不对？我很开心的，神是一个很喜乐的神，对不对？因为我们按照谁的样子做的？神，神是他是全知全能，但是我们不会全知，我们都不会全能，但是神给我们有智慧，因为神是有智慧的神，神要做事他能够，所以他要给我们有才干，有恩赐。啱唔啱？同你讲，原来我得嘅，原来我得嘅，啱唔啱？系嘅 ，so 咁我哋就要喺嗰个恩赐上要去成长，要去改变，要去突破，啱唔啱？咁第三咧就恩高喎，咩叫恩高啊？好简单嘅，我记得我都讲过好多次嘅，恩高嘅叫咩咧？识少少做代表，唔使扮嘅，因为我哋系做嘅 ，OK？ 同你讲咩叫恩高？识少少。做代表，你做出嚟，你就可以做代表啦。所以我哋神恩高啊，好啦，简单嘅啫。你识唱喺神嘅恩高里边，你唱到唔系天花板冧落嚟啦，人嘅心震动，啱唔啱？嗰叫恩高，但系你要开口唱咯。神啊，恩高啊，有冇声出啊？你知咩冇？神讲我高高高高咗，然后你咧，你冇高。神恩高咗我哋走去做，唔高，明白吗 ？OK， 所以咧，当我哋喺神俾我哋嘅恩典，新嘅生命改变啦，我哋哇，我哋知道我哋有恩赐有才干，我哋知道咗，原来我系得嘅，然后咧我就讲 ，OK， 我胆都粗，识少少，有少少，我就高，然后神就我肯高，神就高我啦，你明白吗？你肯去，神嘅恩高就临到，你就一齐讲，哇，一齐讲，恩高系咩啊？哇，哇系咩意思啊？就唔系你咯。人哋睇到，哇！做咩咁犀利噶？想当年咧，我咪同你讲，我连讲嘢都讲唔出噶嘛，所以要瞓觉之前先讲啊嘛，啱冇？系咪？我真系唔识讲嘢噶，不过而家你睇我口水多过茶，啱冇？我真系唔识讲嘢，因为我妈真系同我讲，我系默口流年啊，擘要好难擘开个口讲。所以当我信咗耶稣之后咧，我都讲，我好想帮人啊，但系我个口咧擘擘唔开噶。擘唔开嘅，点讲嘢咧？点解我擘唔开咧？因为我惊咯，惊咩嘢？唔知喎。总之一个字叫咩咧？惊咯。人哋有冇我？你一讲嘢就剥你个头，冇喎。人哋又讲我好差喎，冇喎，因为都听唔到我讲嘢。点解会批评我咧？啱唔啱？但系我唔知点解我仲系好似一开咗口，个金就会跌咗落地下咁啊！唔知惊乜？但是我信耶稣之后呢，我就带了我的同学弟信耶稣，然后他说我差，但是他们还惨，我识少少，我真的神的话识少少，真的识少少，因为那时候刚刚信耶稣，真的识少少，就带了一班信耶稣入我的小组里面，而且还是地下小组的，地下小组才不知道，家人不知道的，在学校偷偷信耶稣，然后放学我偷偷跟他参加带小组的，即是偷偷的小组。那么我但是我要跟着，我要跟他们讲神的话，懂不懂？讲不到，我口开不到的。那后来祈祷神说
你讲啦，你讲啦，神讲，我会俾你恩赐嘅，我就开始胆粗粗讲嘢，明白哇？你讲嘢唔知点解讲下讲到今日咧，喺神学院做教师喎 ，Amen？ 因为嗰个叫咩啊？只要你肯开口，将个少少攞出嚟，神就会叫你可以做，哇！啱唔啱？同你教咯，原来你可以哇噶。你明白我讲咩嘛？但系因为我哋连个少少都唔攞出嚟，我哋要到叻叻先攞出嚟，冇叻叻个时候嘅，少少嘅啫，啱唔啱？系咪啊？咁咧，神嘅恩高啦，因为你我哋献俾神嘛，之后我哋唱嗰首歌献俾你，献俾神就会将嗰样嘢变到哇，好犀利出嚟，我哋讲超越 super 出嚟。所以我哋需要成长，需要改变，需要突破。但系需要成长，需要改变突破咧，需要我惊唔惊麻烦，同埋你要冲破好多。好多障碍，咁我哋需要点样啊？今日我同你讲，我哋需要乜样？乜样咧系好多人惊嘅，啱冇？因为你唔知点噶嘛。但系我哋就需要勇气，一齐讲勇气，做个勇敢天国人。因为咧，我哋有阿爸父神啊，天国嘅神啊，我哋有耶稣啊，我哋有圣灵啊，我哋可以好用嘅，啱唔啱啊？改变咪改变咯，突破咪突破咯，啱冇？有咩好惊？咪你讲有咩好惊？所以一时我哋祈祷，神啊，攞走我个惧怕吧，可唔可以咁祈祷啊？系咪啊？等我冇惊，等我可以啦，系咪咁啊？错，因为你攞咗呢样惊之后，我你知点样赢过惊冇？怎样赢我惊？教你一招很容易嘅啫，啊！赢我惊好样嘢，惊啊撑过去咯，一直讲惊啊撑过去咯，明白吗？你唔惊我惊，你就赢咯；你惊咗我惊，你就输咯。怎样赢我惊？系啦，同你讲唔惊咯，得个不过真系惊嘅，哈哈哈！心好惊，不过口讲唔惊，啱冇？OK， 就好似有啲人讲啊，牧师啊，你讲道好定，我同你讲，我讲道唔定，我讲道之前我瞓唔着，我讲道到讲到嚟嗰一刻，牧师长老都知道，我就好担心，我仲叫我弟兄姊妹，我惊我唔识路，即系讲道咧，即系到讲道而家讲道我都系惊嘅，我都喺下边坐度，圣灵啊，唔该一齐嚟一齐搞掂佢啊，紧唔紧张啊？紧唔紧张啊？惊唔惊啊？咁点啊？点样赢过去？系啦。一直讲苏华，诶，学呢个英文字就得噶啦。咁你就唔惊啦，啱冇？所以当我哋唔惊咧，无论边一场仗，无论恶者嘅作为，无论我哋自己嘅惧怕，无论人哋嘅声音，我哋都可以战胜到底。阿门。所以我哋要改变，我哋要突破，我哋一定要勇敢。OK， 做个勇敢嘅天国人，哇，真系好盛，俾你自己嘅掌声耶！所以怎样做个勇敢的人啊？咁我哋圣经里，我哋做个勇敢的人咧，我哋都要面对好多问题嘅吓。咁咧，我哋就一样嘅嘢咧，我哋会你讲高啲就冇咁惊啲，啱冇？系咪啊？因为你企高啲，你要睇到下边苏云，啱冇啊？因为点解会惊啊？缩埋一堆咯，低头好惊啊，好惊！你缩起嚟咪惊咯，啱冇？明明好惊嘅，趌高啲，唔够高，着高咗鞋脚高啲。点高啲？你越企得高，你就越冇咁惊，啱冇啊？但系我企得高啊，惊唔稳啊，又好容易跌落嚟，又惊，啱冇？啱冇？啱冇啊？有冇人讲畏高症噶？有，不过唔知点解啲嗰啲 condo 咧，越高就越贵噶，系咪啊？系咪啊？我听闻咧，高多一层又唔知高几多钱，高多一层又唔知高几多钱，奇怪又惊又要住得咁高，又要俾多啲钱，惊或者唔惊？有系惊嘅，不过你住到三十层，而企去个嗰个骑楼嗰度，你就好惊，因为睇落去下边好多人惊。不过你住喺里边咧，你睇得到嘛？瞓得唔知几冧。我最近都搬咗屋，我本来系住三楼嘅，而家我住咗二十楼，惊唔惊啊？惊噶，你惊？所以我感谢神，好彩我个系冇骑楼。但系咧，我同你讲，但系我喺入边瞓得好嘛？好。
因为我的高度是什么？我的高度是一个很安全的高度，不是浮的，对吗？因为在骑楼爆那里，你就看下面不知道怎样，但是很安稳，一直说很安稳。如果我在安稳里面，我在高度里面，我就可以不一样了、okay? 所以你要勇敢，你一定要站得够高，一直说要站得够高。但是站得够高怎么站呢？怎么站呢？一直说要有靠山，是不是？有靠山，对吗？比如说 我住高多少层，没想到那间屋企站得够稳，对吗？靠紧那个床靠稳，对吗？你要靠山，你就可以站得很高，你站得很高，你就可以飞得很远，对吗？那我们可以突破，是吗？所以我们要有靠山，一起说我们有高度，我们有靠山。那你要靠山呢，你都要有力，勇气的人需要有力啊，因为你要撑过，你要冲过去，需不需要力啊？有。同埋咧，你一定要个击撑过去，击撑过去，所以你就一定要不断去更新你自己嘅谂法。OK， 咁我哋就睇约书亚记，我哋一个人物叫约书亚，知唔知咩叫约书亚 ？OK， 约书亚第一章，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啦，耶和华就对摩西嘅助手润的儿子约书亚讲啦：，你嘅仆人啊，你嘅英雄啊，摩西死咗，而家起嚟啦。哇！如果是你的嘛，摩西不在啊，阿力哥，啱唔啱啊？边个带领我哋啊？啱唔啱？然后神就讲你啊，我可以打赢仗，因为摩西喺祈祷，啱唔啱啊？我可以咩？因为摩西，我可以咩？因为摩西，而家摩西唔喺度，惊唔惊啊？你觉得约书亚惊唔惊啊？佢可能会震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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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系神讲成长啊，大个仔啦，仲要病掹住个长柄，啱唔啱？他要成长，你要改变，你要突破，对不对？神就说你要成长，你大跟你说要大个仔了，要大个女了，对不对？那时候神就说摩西就是约书亚，你要起来了，现在是你的时候，现在是你的时候了，因为是你听到，你还要起来做什么？不是就走路，你要跟众百姓，众百姓过这个约旦河，往我去所要给你的地方去。以前摩西带着几十万人都难搞，对吗？有东西吃又吵，没东西吃又吵，是不是？是吧？有水喝又吵，没水喝又吵。哇，这帮人我怎么带啊？摩西都搞他怎么办？我是约书亚，怕不怕啊？怕怕。然后神说你要带他们过什么约旦河、啊、不是各山把你走回那个可以开了个红海吗、啊，红海过过喎，约旦河过过未？未喎，点好啊？吓、啊，然后摩西个像又唔见咗，因为摩西攞个像，个红海就开嘛。然后又冇阿摩西咁衰嘅，点解唔将个像攞留低落嚟俾阿摩阿约书亚？至少攞住支棍，咁佢都安心啲嘛。攞支棍有神迹，攞支棍红海开，攞支棍嘅冇，有冇棍啊？啊冇喎，点好咧？你睇人哋以赛亚都好啲嘛？以利亚他走的时候都掉掉件衫给以利衫啊，咁攞住件衫都有啲安全嘛，啱冇？呢个摩西，我哋上去天堂问摩西，点解你唔将棍落留低落嚟？可能约书亚都要问佢嘅，又冇棍喎，又叫你带约旦河喎。OK， 然后咧，往我去地嘅地方，凡你哋脚斩之地、脚掌之地，我就照着我所应许嘅摩西嘅话赐俾你哋。从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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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就跳过去啦。神又讲咧，你呢一生嘅日子，必冇人喺你嘅面前企得稳。我点样同摩西同在，也必照样同你同在。我一定，我必不撇下你，亦都会掉低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嘅嘢。呢个系我立誓俾你哋嘅。再讲多一次，你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不可以偏离左右，不可以偏离左右啊！唔好走马，唔好偏离左右啊！唔单止唔好偏离左右，唔好割山把力啊！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我讲的话不可以离开你的口，要点啊？日日早早晚晚24小时都要去思想，都要去谂，使到你可以谨守遵行。我所讲的一切话，咁样而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冇再同你讲过咩？第三次讲咩啊？你当
刚强壮胆，个加埋系刚强壮胆就要点噶？冇惧怕，亦都冇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神必与你同在。所以我哋点样可以刚强壮胆呢？点样可以刚强壮胆啊？点样可以话神你做个靠山？点样可以勇敢 ？OK， 求神嚟帮助我哋。所以你要找到啱嘅靠山，啱唔啱？啱嘅靠山，其实真的很多人惊吓嘅，因为你有神就特登同你讲，唔系你讲咗刚强壮胆系三次，你只要刚强壮胆，然后再讲咧，你要第一次就讲你要刚强壮胆，喺第六第五节你当刚强壮胆，然后第七节你只要刚强壮胆，然后再讲一次你当刚强壮胆，即系神真系长气，因为点解啊？他知道约书亚有几真？为什么约书亚会惧怕会惊慌啊？惧怕是什么意思啊？惧怕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人为什么会惧怕？惧怕就是你不敢了，他一惧怕就会停下来，对不对？惧怕就会什么闪咯，最厉害的，我们一害怕的东西就闪，对不对？所以神说不要闪，不要闪，继续向前行。为什么会惊慌啊？惊慌就会摇摇摆摆，对吗？明明定定的惊慌是什么？摇摆，失去起初的，是啦，开始是这样，不过看看下不是多妥当，甚至是失去起初那个心智，那个目标。你知道人会惊慌里面摇摆里面，连起初的什么梦想啊、意象啊，是不是目标啊，掉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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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或者你今天都会想，我不是哪个哪个哪个，你知道吗？如果我是哪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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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同了，对吗？是不是我好像去那个那么犀利就得了，去那个，因为时候我不是哪个哪个哪个，对吗？你是不是哪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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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喜欢比较的嘛。我好像牧师那样，如果我是那个长老就得了，如果我是那个领袖就得了，我是哪个？你有没有问过我是哪个？约书亚可能都问我是哪个？所以人会害怕，人会震，人会不稳定，不坚持，是因为你不知道，你会感觉我不是哪个哪个。但是神说什么？神说什么？你是我拣选的。跟你隔壁人说，我是神拣的。你很定的，很稳定的，跟你拿个手指说，我是神拣的。你说，你又说，因为冇得拣拣我咯，唔系啊！神睇中你啊！神知道你有几多料，神知道你有几软弱，神又知道你咩得咩唔得，明白吗？神明明好知道啊，但系神都拣你啊，神都救你啊，所以咧你就同你就喺个我系神拣嘅，我系神拣嘅，你属于边个噶？属于神噶。我是属于谁的？我是属于神的。你甚至不是属于自己的，因为你可能都会很自卑，我不是谁谁，人家都说我不是谁谁，对不对？是不是今天跟自己说什么？我是神眼的，大大声说，手指公拿出来跟你隔壁说，我是神眼的，是这样的或者是这样的，手指什么？手指公啊， Good。 神眼，因为人眼我们人都懂眼，那粒苹果那粒橙要卖都揀好的嘛，对不对？那我们的神懂不懂揀的？跟你隔壁说，神你真的懂揀，揀了我。跟你隔壁说，神真的懂揀，揀了谁？都揀了你，跟你隔壁说，都揀了你。所以没有，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缩会退，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所拣选的， Amen？ 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神会负责任的，对吗？ Amen？ 神挑战得你，叫得你改变，叫得你突破，就一定得的，跟你说得
虽然你自己震唔知得唔得，要点样 kick， 点样赢我嗰阵啊？点样赢我嗰阵啊？撑过去，哇！真系叻喎，你哋好叻，好叻，好叻！我系神拣嘅，第二样嘢点解会惊？点解会震？点解会摇摆咧？约书亚都讲：我冇喎，我冇乜个，我又冇嗰支杖，我又冇摩西咁叻讲嘢。我又冇好似摩西咁巴闭喺皇宫长大，我又冇好似摩西咁样识咁人识得咁多，我又冇好似摩西咁一企出嚟，哇，成个好有魅力，我乜都冇噶喎，即系我哋嗰啲师奶好叻噶，你问你做咩工噶，我冇做工噶，咁你好得闲咯，我唔得闲噶，得意噶嗬，又冇做工，又好得闲，又唔系得闲，我好多嘢做喎，咁你有做冇做？有做工或者冇做工，只系冇薪水啫，所以当冇做工系嘛？是不是 okay， 我們講冇的，然後我們講我不懂講嘢的，啱唔啱？我記得一次呢，我最近不知點解成日都講呢個例子，我起初的時候咧，剛剛信耶穌啦，我就去參加啲 camp， 啲相遇 camp， 我教佢相遇。那個 camp 咁啱係英文 camp 嚟嘅，咁咧我啲英文好渣嘅，我記得我個英文老師俾過我個 essay， 你知唔知咩 essay 嘛？A B C D， 我哋以前冇 E F 噶啦，得 A B C D 嘅啫吓。你知道我个英文作文攞几多分冇 ？D 减。个先生真系有面，真系避免我啦。D 都已经系最差嗰只啱冇，佢竟然加个减落去，真系好唔俾面啊！系咪啊？所以我好记得个老师 ，OK D 减。所以呢个系我嘅好惊嘅，因为你攞个 D 减啊，啱唔啱？那個評分差唔差啊？差唔差啊？差。咁喺個 camp 裏邊 ，English camp 啊，講英文嘅喎。咁咧參加聚會啫咩？我口唔出聲咪得咯，啱冇？啱冇？我聽得明嘅，聽唔明咪人哋隔離佢介紹俾我聽咯，係咪？咁要每一組要做話劇，我哋個組都要做話劇。佢又叫我做話劇，點樣做話劇啊？我最叻講我話就 no， 唔識 no， 淨係識搖頭嘅啫，啱唔啱？驚嘅就係咪識搖頭嘅啫嚇，唔會突頭噶嘛，啱冇？係嘛？閃啊！然後嗰個人就問我 why？ 我又識聽喎，蠢到死，應該講唔聽唔明就得啦，係咪？我就同佢講啦 ，I don't know how to speak English。然後嗰個人講 ，What are you speaking English？ 佢就問我點解你唔要參加做話劇啊？我講咩？我用英文讲，唔识英文，真系蠢蠢地嘅时候，应该讲咩啊？咁样当听唔明咪算咯，啱冇？我竟然好叻死咁 ，I don't know how to speak English。然后嗰个人问讲你讲紧咩？我讲紧英文，用英文答人哋英文讲，我讲唔识英文，究竟我识或者唔识咧？然后佢讲 OK 咯，你都识答我嘛？系啱冇？所以好似有时我哋讲不会听华语都请指数。佢不聽華語，佢都識指數，即係識聽華語啦，係咪 ？OK， 咁咧，然後咧，咁 OK 啦，死死下就上去咯，啱冇？係啊 ，OK 啦，都俾人哋知穿咗，原來識少少嘅，啱冇？係咪啊？唔叻啫，我原來我係唔叻英文，因為 D 減，不過識少少，咁就定咩啊？驚嘅咩？驚點啊？撐過去咯，咁就俾個角色我扮咯，咁我就上參加話劇。然後你知我個做話劇每一個人都有講嘢噶嘛，啱冇？啱冇？因為我驚要講英文嘛。咁你知我嗰句對白係咩冇？一上到去見到嗰個人，剩一句啊，咁就走咗落嚟啦。請問你啊係英文啦、馬拉文啦、中文啦、客家話、潮州話咩嚟噶？原來人哋個安排淨係安排我角色係啊咁樣啫喎，然後我講 I don't know how to speak English， 我驚我唔去喎。同你隔講諗多咗啦，我唔識，我唔得，我唔掂。神會俾一啲嘢係你承擔唔起噶嘛？神會同你開玩笑嘅，神識得你，神知道我哋有幾多斤兩。但是神要我们成长，神要我们改变，神要我们要突破，所以神会给机会。只要约书亚都觉得我没料，对不对？但是他虽然没有支棍，他不知道怎样，但是他有神的话，对不对？他有神的应许，他有神的同在，
神讲我同你一齐，我知唔知你有需要？知唔知啊？知啊！你几时有需要，神知。你几时讲神啊，我唔掂，神即刻拉个手俾你。神你讲我唔得啦，圣灵会即刻俾你口才，信唔信啊？信唔信啊？同你讲神喺度，神睇见，神知道，你唔知啫嘛。我唔知 so what， 跟住行咯，顺服咯，信神咯，系咪啊？所以千祈讲我冇乜乜乜。你要讲咩啊？我有神同在，一齐讲，我有神同在。所以神就同约书亚讲啦，你系冇乜，你要揾棍冇棍，系咪啊？你要揾背景冇背景，但系你有咩啊？神讲，我必与你同在，我唔会甩底，我唔会撇低你，我唔会不理，啱唔啱啊？我唔会走，我必与你同在，撑你到底。你有或者冇？同你讲我有咩？我有神嘅同在，第二咧我有神嘅应许。神讲我同你讲嘅嘢，我一定会成就。你觉唔觉得神讲得到做得到啊？所以神讲你听我嘅话，你冇听其他人讲嘅话。我哋一时会震，会惊慌，会惊咩啊？我听到自己讲，我嗰排衰咗我讲嘅啫嘛，我知我失败咗好多次嘅啫，明白吗？我会听自己嘅话，自己嘅话一时会俾我哋信心摇动。不敢突破，不敢改变，因为失败过，因为衰过，啱唔啱？就有很多自己的声音，仲有咩声音呢？人咯，一齐讲人啦。我妈讲我咯，我爸讲我咯，我老婆讲我咯，我老公讲我咯，我啲仔讲我，我啲女讲，冚唪唥都系咁讲咯，系咪啊？但系神的话胜过所有人的声音，你要听人的声音，又或者要听神的应许。所以神就提醒约书亚，昼昼夜夜，日日夜夜，惊的时候不惊的时候，有信心的时候没信心的时候，惊惶的时候不惊惶的时候，想左偏左想偏右的时候，做什么？想思想捉稳我的话语。你的力在哪里？神的同在，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的明灯，对吗？看得到的，看得清的，神的话是我们的粮食，我够力的，对吗？神的话是我们的武器，我们可以打仗的，神的话是真理，真理一定赢过虚假，对吗？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不敢勇敢？因为你可能不够神的话，或者你有神的话，你捉不稳神的话。所以现在我很想推动一个运动，叫做 PRS Public Reading of Scripture， 一起聆听神的话。我发觉现在我们听很多声音，看电视机的声音，手机的声音，我们很少宣读宣听神的话。神的话越多，我们的力就越大，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就更加勇敢。所以然后来我们看到约书亚，他真的起来，神同我讲下 go， 你看第二章第三章他就 go， 到第四章的时候，神就说，那些以色列人说，好啊，我们听你的话，因为我们听见神从你神的话从你的口中而出。弟兄姊妹，你要勇气，你要勇敢，你要力，有神的同在，你有神的话。第三，我为什么会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记得一个姊妹呢， 她是一个，其实我都觉得是一个很大胆很敢去试嘢的人，但是她成日都有她自己，你叫她做什么，她第一句话是我怕。我昨晚想着她真的怕，怕没信心，怕做不好。原来后来我找到的原因是怕什么呢？我怕神没面子。你听过这件事没有？喂，我突然间听到，为什么你怕神？希望我做得不好啊，神好会没面的，我不要神没面，所以我不做了，对吗？哇，这个姊妹敬不敬虔啊？去顾着神的名荣耀，去顾着神的面，好不好啊？好不好啊？你觉得是对或者不对啊？对或者不对啊？啊？喂，没声出的。你认为是对的举手。你认为是不对的举手，那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手的？我推他
我听到呢句话，我觉得佢好有意思啊。原来咧，佢系惊神冇面啊。然后我就同佢讲一句话：我耶稣已经冇面到底噶啦。因为点解啊？耶稣上十字架好冇面嘅，知唔知？耶稣系一个夫子，喺当时行神迹奇事，讲天国嘅话，天国等你哋要悔改，啱嘛？几巴闭一个老师夫子嘅身份，系咪啊？钉十字架，俾人捉喎，唔出声喎，系咪啊？然后咧，仲俾人哇 ，publish 做咩啊？除咗佢件袍啊，除咗佢嘅衫，钉十字架喎。十字架系当时咧最最最最差嘅刑罚嚟嘅，嗰啲咩即系百罪不赦，即系最渣最糟糕嘅囚犯。耶稣已经承担咗最大最大嘅羞辱。因为爱，因为爱我哋，啱唔啱啊？系咪啊？佢被鞭打，承担所有嘅一切。我讲你冇再加乜嘢嘢，系咪？比耶稣更加冇面，因为耶稣已经冇面到底咗，啱唔啱？你觉得冇？耶稣为咗我哋，倒空自己，倒空佢嘅尊荣，倒空佢嘅面子，倒空一切，因为爱我哋。但系做呢一切，佢系顺服天父嘅旨，呢个系神嘅旨。他就顺服到底，无论什么，他就知道是神要做，神一定会做成。他相信父神的旨意，对吗？你信不信神的旨意？你信不信神的计划？会不会因为你而搞弯了？不会，因为神在嘛，神在看嘛，神也知道你有多少料的嘛，对吗？我就跟他说不用怕，耶稣跟你说你不会再使我冇面的，因为我已经预咗啦，然后讲你即管去做，你即管去做，因为你嘅勇敢去试，我更加有面，啱唔啱？一个咁嘅师奶都咁大胆，因为边个？因为耶稣咯，因为神与佢同在咯，因为神嘅恩高喺佢身上，神嘅恩典喺身上，耶稣有冇面啊？有面冇啊？唔系嗰个结果使神有冇面？而是我们的愿意那个心那个顺服，人家看到我们对神那个态度，对神那个顺服，对神那个信靠，那个勇敢，跟着神所说的话，人就会觉得哇，他真是不一样，哇，他的神真是犀利，哇，这样的人都要这么大胆的。所以这个姊妹后来他就入来欺负读书，70岁入来欺负读书，因为他觉得我读不好，神冇冇面。读唔单止读2年，读3年毕业，而家喺教会做义工。他仲是惊的，不过系就成日记得唔会冇面嘅，因为耶稣，我做所有嘅系荣耀神，阿门。俾神一个掌声。系我冇乜乜，我唔知道。如果我咁做。如果我这样的改变，这样的突破，我不知道结果，不知道将来是怎样。但是神跟约书亚说什么？神跟约书亚说什么？我，你现在你起来，你跟他们去过去，我去给你们的那个地方，你一定会到那个目的地的。所以没有惊惶，没有转，没有退缩，没有放弃。求神来帮助我们。神知道下一刻，神知道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做，去顺服，去执行的时候呢，是神会知道你可能会有瑕疵。我们哪个人做事不会有瑕疵的？你跟我说，讲道都会讲错事啦，对吗？会不会啊？会不会啊？会。我成日讲完道之后都说，为什么只是这样讲的？为什么这样讲的？为什么都会问的？哎呀，这样温柔一点好嘛，态度好一点好嘛，讲话正一点嘛，都会的。人梗有瑕疵嘅，因为我哋系人咯。同你讲，瑕疵系啱嘅，因为我系人咯。同你讲，我系人嚟嘅。睇你隔篱嗰系咪人嚟嘅？系咪人嚟噶？系咪人嚟噶？神知道我哋系人，神知道我哋会有软弱，神知道我哋唔会做得 perfect。反而我同你讲，完美主义啊，系代替咗神嘅标准。完美主义系唔啱嘅。你明我嘛？我哋要信服神。我成日同人讲。神叫我去传福音，我去传。那个人信不信耶稣，圣灵会做工，但不传就是我的责任。我没有信服，啱唔啱啊？如果你说不是啦，我都不懂讲，我传咗佢都不会听。嗱，那个就是你的问题咯，你的罪咯，你就要悔改。是我是不好叻讲，我照讲，讲到佢都不服，不明白，冇相干照讲，圣灵会做工，啱唔啱？
啱唔啱啊？你信唔信？信啦、啊。所以冇惧怕，讲我唔系，我系实在神嘅，我系神所选召嘅。冇再讲我乜都，我冇乜乜乜乜乜乜。我哋有神嘅同在，我哋有神嘅话语嘅应许。冇再讲我唔知个结果系咩嘢，我哋知道，我因为约书亚睇过神应许地，佢搬过嗰啲大葡萄翻嚟，佢已经睇过神点样使用佢。摩西喺山上就讲佢下边点样打仗，打赢嗰啲人。约书亚已经经历过神嘅爱系点样，神嘅作为，佢听过神嘅声音。弟兄姊妹，我哋都睇过，我哋都经历过，我哋都听到过。用呢啲成为你坚固嘅信心，系咪？到前边每一步路，我唔知道当我顺服神咁样嘅时候会有咩结果，但我相信神会做工，阿门，阿门。所以当我哋有咁样嘅信靠嘅时候，我哋拣啱咗，我哋就可以好勇敢去改变、去成长、去突破。第三十三诗篇三十三章十二节讲啊，以耶和华为神嘅那国是有福的。有福系咩意思啊？有福系咩？喂，咁快唔记得啊？要系啦，有福系咩 ？OK， 神所拣选为自己产业嘅，神讲我嘅属于我嘅，有我嘅应许嘅，有我嘅同在嘅，有我掌权为计划一切嘅，那为自己产业嘅那文是有福嘅。有福系咩意思啊？同你隔篱人讲，原来我咁巴闭噶，我系有福嘅。看啊，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佢嘅人，同埋仰望佢慈爱嘅人。只要我哋好得敬畏神、仰望神、求告神，神可以带我哋去到更高、更有高度嘅人生。神好咩啊？我会救佢哋脱离死亡。所以有咩惊？连死都唔惊，有咩惊？有咩惊？冇惊鱼，又冇惊你个面皮，因为面皮唔值钱嘅。如果值钱嘅话咧？你看我們去什麼出棉皮的時候拿來給人買，買不到錢，豬皮都還有值錢一點、okay? 神就說你在饑荒中神仍然都會供應。神會不會使我們缺乏、啊、不會。有或者沒有，有，跟你說我有，我有。但是如果我們要有力，我們要穩定，我們要堅強，可以勇敢，我們要怎樣、啊、你一起讀一二三。因為祂專心愛我，我就要救祂。因为他认识我的名字，我就要安置他在高处。他求告我，我就应允他。在急难中，我与他同在，我会答告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长足长寿，将我救恩显明给他。捉稳神的应许，专一起讲专专专心听神的话，专心爱神，专心信靠神。不要退你的环境，不要退你的处境，不要看你的过去，因为在神的里面，我们专心的跟从神，听神的话，认识神，求告神，我们就可以有力。 OK， 所以我们要更新，我们知道了，我们要更新我们的思维，我们要改变突破，一定要更新。不要再说我不是什么什么，我没有什么什么，我不知道什么什么，我是属于神的。 Amen，我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应许，神掌管我的将来，我的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阿们。而且这个生命一定是更丰盛的，会哇，我自己都惊讶的。因为呢，罗马书八章十二节，我真的很喜欢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受造之物从败坏核制上得释放之后呢，就得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同你一齐讲自由，唔好惊惊惊，唔好俾惊惊惊咗。Amen。惊 so what？ 我自由嘅。Amen。我唔肯定，我系自由嘅，我仍然高。Amen。因为神嘅恩典，神嘅恩高，耶稣基督而嘅受造之物已经从耶稣基督嘅救恩里边，从败坏当中救赎咗，我哋已经得释放。所以我哋就要做神儿女嘅荣耀嘅。荣耀的自由 ，OK？ 所以我哋，所以你要点样做？第一，如果靠你一个人咧，其实你好难勇敢嘅，啱冇？啱冇啊？唉，同你讲，我哋就唔同啦，系咪啊？声势大啲，力量大啲，拉近啲，啱冇啊？一个人好容易软弱，系我哋可以靠神
我哋嘅咩咧？第一咧，我哋就系我和神一齐讲，我哋第一个就我同神。哇，自己好容易冧噶，冇好容易惊。神同我一齐，神撑紧我，神系我靠山啱话，神加力俾我，加恩高俾我。所以第一个我哋就系我同神，千祈唔好自己。所以如果你仲未有神同你一齐嘅话，记得记得信耶稣，你就耶稣同你一齐就好巴闭啦，啱唔啱？第二个我哋系乜嘢呢？我哋同你隔篱讲，我哋有班人，所以点解耶稣信咗我哋，唔得一又做一个新造嘅人，系新造嘅一班人，系咪啊？喺教会，喺团契，我哋做嘢，我哋一定要被鼓励，我哋一定要被支持。咁当我哋一齐，我哋唔好再做一个独行侠，当独行路。OK， 我同你讲 ，Superman 都会死啊，啱嘛？系咪啊？所以而家系有咩啊？而家啲 superhero 系成。看一出戏成扎 hero 出现噶，好，旧版你睇嗰啲 hero 嗰啲系一个 hero 嘅，而家咧即系成扎出现噶，佢哋都觉得遇到一个人唔得，要一扎人，我哋真系可能好软弱，但系一扎人就唔同啦。长者，有人长者，其实我呢度想特登系想讲长者，第啲教会我就会讲第啲，我哋呢度比较上咗年纪嘅，啱冇？系咪啊？系嘛？惊唔惊噶？做咩啊？我唔识啊。努力啊，啱唔啱？我同你讲，长者咧，圣经咧喺六十八章，我睇我俾大家佢经文啊，六十八章，诶唔系，二人诶九十二章，九十二章十二节，二人要越兴旺越棕树，生长如黎巴黎巴伦的香柏树。他们是栽衣成长栽培在神的殿中发旺兴旺发发发旺旺旺在我们上帝的院在神的同在里面在神的同在里面留意十四节他们头发白的时候、他们头发白的时候仍然有结果子而且这个果子是怎样的干蒸蒸的、你到在圣经、诗篇九十二章十四节如果你已经是六十岁以上的话呢麻烦你你开始有白头发的时候呢你就说我白头发的时候我仍然有结果子而且果子是怎样的鲜味多汁哇知不知道鲜味多汁 好像老树榴莲越来越香好显明神是正直的公义的弟兄姊妹不要说我年纪大了年纪大了就是半份够高对不对半份高的人说话有没有权威、有不要说老了你说、老了我没有记性是啊记得的重要不记得的就不重要咯对不对我没有记性不过你有没有灵性、是不是、我年纪这么大了做不到什么事了对不对体力差了不过你的压力有没有厉害一点有没有你说话人家有没有听啊我记得欺负一个长者七十几岁执了一间 mini market 走来欺负读书我们去印尼点书去一个贫民区点书那天那些那个落雨之后那些泥泥白知不知道泥白那些泥因为他们家是没有砖没事是用泥的我们说你不要去了因为 你的脚又肿对不对你去到那些泥白你可能行不到然后去到牧师我不可以不去的、你这么巴闭我们去得得你我们去就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因为牧师我讲一句好过你讲十句是不是很厉害啊是啊我走得慢我力不够不过压力够不够长者讲嘢一起讲讲嘢因为我发觉得长者啊不讲嘢的现在很得意的咁你里面老嗰啲嘢啊，好珍贵噶，你知唔知啊？你里面记得嗰啲嘅嘢啊，好珍贵，因为唔记得嗰啲嗱，十年已经唔记得晒 ，OK， 明白吗？而家你仲唔记得嗰啲就叫珍贵保障，你嘅生命仍然可以大大嘅被神使用。所以希福有一个叫故事讲叫天国奇兵，天国福音，因为长者讲嘢。我记得一次我哋去一个唔知布厂嗰度传福音。长者同细路仔一起我同我 the best 短宣队，因为咧好多屋企一家家去唔到啱话，你见到个老人家行过嚟，你敢唔敢唔开门？敢唔敢啊？敢唔敢啊？唔敢。所以去短宣，老人家去短宣好唔好啊？
冇老呢个字嘅，因为叫咩啊？身壮年青橄榄，同你讲身壮年。我哋讲壮年系几多岁？四十岁。我哋系咩？60岁以上嘅人叫身壮年，明白吗？身壮年，壮年系咩啊？最有力，因为我牙力够，我哋嘅钱力都够，因为要搵嘅钱已经搵到，冇爱嘅咧就系我自己嘅，因为旧排要养人，而家唔使养自己，啱冇？所以我有时间有冇？有时间，有钱力，有牙力，有智慧，叻唔叻啊？叻！咁后来咧，我哋呢班牧师咧，成啲而家对做到呢个年纪咧，成日都讲你几时退休嘛，啱冇？牧师冇讲退休喎。OK， 咁我哋就 love chat 啦，嗰班牧师成日都坐埋一齐，因为我哋嗰班嘅年纪都系差唔多一样嘅。就话你几时退啊？你几时退啊？咁当然冇退休呢样嘢，因为一退就上咗天家噶，通常好快。咁咧嗰个牧师就讲：，how to retire？ I'm at my golden age。然后佢讲：原来而家有新嘅统计，人生嘅最黄金、最光辉，你知系几多岁嘛？Golden age 最有影响力、最有力、最犀利、最巴闭嗰个年纪系60到70岁。哇！边个系60岁到70岁嘅？拍掌俾自己，耶！系咪啊？所以讲，哇！而家系个最好嘅时光啊！你竟然叫我退休？哇！我佢叫 Pastor Aris 啊。我 OK，Pastor Aris，OK， 我都觉得，而家我都宣告啦。所以点解我今年生日我大做？因为我进入最辉煌嘅时刻。这个是我的时代，是不是？六十岁的企起来一下，60到70岁的，我看有多少个。不要觉得年纪是一个问题，年纪现在是我们辉煌的时候，是不是？耶，你不要一起，耶，最辉煌的，最有力的，是不是？ OK， 请坐。最有力的是60到70岁，大二个年纪你知道是什么？70到80岁，70到80岁的相对起上来，耶！哇耶、yeah, 拍掌 OK 坐仔，我們 Malaysia 應該說是70歲到100歲，因為我們有一個麥克風更厲害，是吧？ OK， 然後呢第三個黃金期是多少？50到60。所以呢改變我們的思維，明白嗎？我們一班人彼此的激勵，彼此的鼓勵。所以如果我因為我明年我都要交棒，但不是退休，因为我做新壮年，我要做新事，我就想我想去新壮运动。哇！我哋一班60岁以上的人，砰砰声啱冇？我哋喺短宣啊，啱冇？我哋传福音啊！我同你讲，我哋最有力嘅，同你讲真系有力嘅，我哋。你哋都唔赞成嘅，赞成嘅鼓掌啦。OK。OK， 女人唔講啦嚇，女人如果你有記性，你睇女人咧，聖經就講女人一班起嚟，傳好信息對女人，成為一大班軍隊。所以女人好叻講嘢，明白嗎？但係唔好攞嚟講八卦，又唔好嚟講老公，又唔好攞嚟講家婆家公，攞嚟講咩啊？傳福音，神講傳好信息嘅婦人，成為大軍，連嗰啲君王，連嗰啲國度，嗰啲權勢都要冧。所以女人。我哋要神俾我哋嘅字，我哋嘅最长处系求，攞嚟祈祷打冧恶者，攞嚟祈祷，攞嚟传福音去祝福人。第三，我哋男人啱冇？男人系咪勇士？系。最近我参加呢个 IAA 啦，我哋个 talk 叫做《男人是勇士吗？是男人是勇士吗？是还是不是？是还是不是？今年父親節的時候，我去一間教會講道，我問個牧師，你知不知道我是女的？因為他第一次請我講道，婦美片是女的，但是你叫我講父親節，你知不知道是女的？因為父親節必會請女講員的，當然要請，我明知道你是女的，我知道婦美片，我知道你是女的。OK， 那 你叫我講父親節，你知道，我不是母親節，我父親節， OK， 我照講。那我去那裡聚會的時候，我就問神，你要跟這間教會講什麼？因为那天是父亲节，神跟我说一句很特别的，我就问了会众你们要听，我说你们要听我就说，你不听我就不要说，你们要听吗？虽然是那间教会，不过男人要不要听？听。神就说话，神说两句话，男人麻烦站起来，站起来啊。然后第二句话，神说男人大大声说话，一起说哈利路亚，一二三，
OK， 清楚。呢句话就是我为嗰间教会祈祷的时候，神真的跟佢间教会讲。原来我发觉，原来那班嘅男人咧，其实佢哋系领袖，佢哋职场上是很有成就的人嚟嘅。但系唔知点解啊，讲话好细声，可能咧系女人的问题咯。我讲话太大声咗，所以咧啲男人唔敢出声，系咪啊 ？Sorry。所以我哋女人只要讲好顺息，讲温柔嘅话，男人要，男人是勇士，要站起来，要大大发声。阿门 ，Amen， Amen。OK，OK、okay, okay,。明年我再讲个男人是勇士。OK。因为我觉得咧，你知唔知神男人要突破，男人要改变，男人要成长。当改变成长之后，婚姻就改变。家庭就改变，社会就改变，国家就改变。当男人是勇士，男人勇敢起来大力，系咩？赞成冇？姊妹 ，OK， 好，求神帮助我哋转化我哋嘅思想。对唔住，我仲未讲完。我哋除咗我哋咧，就我哋知道教会系乜？启示录第一章。我讲埋喺度啦，神爱我哋，用自己嘅血使我哋使最终得释放，使我哋成为国度，做父上帝嘅祭司，将荣耀权柄归俾佢。当我睇启示录第一次读到呢句经文，我好震惊。神讲佢拯救咗我哋，唔系只系成为神家中嘅人，神要我哋成为国度。国度系讲到君王，系讲到治理，系讲到掌权。做祭司，做中保，做中间人，做代表神去讲嘢，做代表神去发传递个信息，而代表人去到神嘅面前，代表人献祭俾神。求神帮助我哋，我哋有一个改变嘅谂法，我哋唔系一个简简单单嘅基督徒。神讲你就系国度，当我哋祈祷神啊，愿你嘅国降临就系你，神你嘅旨意成就就系我哋成就神嘅旨意，神愿你嘅。同在临在，我哋就要去到边度彰显显示神个同在 ，Amen。求神帮助我哋，做一个勇敢、有高度、有力更新嘅，勇敢嘅去转化，勇敢嘅去成长，勇敢嘅接受挑战 ，Amen。我哋一齐祈祷。哈利路亚，说嘅你阿妈啦。哈利路亚，如果你今日真系想回应神讲，神，我觉得我唔爱再讲我系，我唔系乜乜乜乜，我冇乜乜乜乜乜，我唔知乜乜乜。如果你讲神，我唔再咁样，我要去宣扬，我要勇敢嘅成讲啊！神，我系你嘅，我要信我系你嘅同，我有你嘅同在，我信你嘅话，我信，我要跟从你，无论你带我行到边度，神你嘅国度就会临到边度。如果你愿意嘅话，请你企起身嚟，然后举高你嘅手，将自己献上俾神。哈利路亚，苏格拉巴，你今日愿意回应神嘅信息，讲神，我愿意勇敢嘅企起嚟。弟兄姊妹，不分你嘅年龄，你愿意嘅，你今日听到神嘅声音，你唔好讲我唔系乜乜乜，我系属于神嘅，你就将你嘅手举起俾神。神啊，我喺呢一度，神啊，我捉稳你嘅应许，我捉稳你嘅同在，因为我就系你嘅国度。主啊，神你嘅国度咧，就系有神你嘅荣耀，就系神你嘅供应，圣灵你嘅同在，圣灵你嘅浇灌，圣灵嘅恩膏。哈利路亚，神，我系多谢赞美你。主啊，我将呢度每一个弟兄姊妹交你嘅手中，我哋唔再讲我哋嘅年纪，我哋唔再讲我哋嘅力量，我们不再讲智慧，我们不再讲聪明，我们讲紧神你，我们讲紧神你的恩典，我们讲紧神你的恩慈，我们讲紧神你的恩膏，因为你的恩典一直一直的不断的给我们，因为耶稣你来就是要给我们不断不断的恩典，神你的恩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勇敢的去发掘发挥发现出来。神啊，我们多谢你，主啊，我们相信你的恩膏也都临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有你的同在，我们有你的话语，我们有你的应许。神啊，我们勇敢的去信服神你，神你叫我们去我们就去，你叫我们讲就讲，你叫我们起来带领我们就起来，你叫我们发声我们就发声，因为神你讲过，你叫我们得胜，你叫我们得力，你叫我们得荣耀的神，你叫我们得着的神。神，我们多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为了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让这间教会每一个人，主啊，今天他们回应的神，神，我们就是神你国度里面的勇士军队，主啊，为你的国度，神多谢你，赞美你，奉耶稣的名字祈祷，阿们。